Fang.给卖出就好了，我不管了。哦，你卖这什么价格啦？那随便一个一般的衣服就好几亿了。攻无不克，洗澡高级嘞。哦，你看一下他们家哦，那他装饰品是吗？啊哈，他都没有什么装饰品啊，规工得要整整整整整整整，这么不省是不是？他都没有什么装饰品呢，我觉得。我想先把装饰品讲一讲啊，我们该看一下最近可以做什么事。还行，我在冒险走向之前，时间的改变，你在冒险，你的感觉又像是……所以圆形高木讲过了没啊？圆形高桌其实。昨天在介绍项目的时候，这个也给他忘记了。来，再来我们讲一下躺椅吧。那些个懒人躺椅啦吼，虽然看起来是有点贵，哦，好舍不得买，但是为了介绍给你们看，买给你们看好了。因为这些人就是有买我的酵素嘛，所以酵素赚的那些就拿来介绍这些东西。有对你们说也是个福音哎。男生懒人躺椅了，所以我们真的可以躺吗？啊，不行，还是别人来我家可以躺。加油！哎，下水道盖是什么时候出的？我怎么都不知道。